机上里订阅我们吧。我们到了，这里就是太阳馆。哇！只要通过这里的考核，我们就能升级了。我已经等不及了，马上去挑战吧！汪汪！太阳馆，我来喽！星琴，等等！霸王龙，跳！开启！爆破龙眼！汪！卡吉！是小棘龙！汪汪！星琴，不见一段时间，你又变强了。小风前辈！小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难道你就是这里的馆主？没错。太好了，小风，我们是来考核的。这次的考题能不能？没问题，最难的考题就交给你们了。什么？好像挺有趣的。是什么考题？考核的内容就是要完成一个任务。你们看，这里就是巨龙岛。最近，岛上老是出现混乱，你们的任务就是去调查混乱的原因，把制造混乱的人带回来。没问题，交给我们吧。好，那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。我们马上出发。什么混乱呀？什么声音？是恐龙的求救声。声音是从那边传来的，我们去看看。好险啊！怎么回事？他们为什么要跑？他们好像在害怕什么。一定是跟小风说的骚乱有关。我们去调查一下吧。那是什么？他在那边。没事吧？咕咚，咕咚。后头龙说他没事，幸好我们及时赶到，不然他就被那只坏恐龙欺负了。坏恐龙？就是刚才那道黑影吗？咕咚，咕咚。没错，
后头龙说那只恐龙老是捉弄大家，引起混乱。这么说，巨龙岛上的混乱就是他引起的？那就好办了，只要把他交给小风，我们就能通过考核了。那我们赶紧追吧。刚才的黑影是他？我看不像，特暴龙的个头比刚才的黑影还要大，而且他好像睡了好久。那我们再去前面看看吧。等一下，我们一定要走这条路吗？特暴龙这么凶，万一吵醒他。怕什么？有我和霸王龙在，没问题。汪汪。汪。就是有你们在我才担心。别磨蹭了，我们走。别推我。一度。别推了，我自己走。一朵一朵，是他。我们分头行动。我们去找他算账。汪汪。到哪儿去了？什么恐龙？它是异特龙，是一种稀有的恐龙。异特龙有什么好笑的？可能是它刚才捉弄了我们，觉得很好玩。
一度Dino Trainers， 嗨！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